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Jenny 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上次北上嘅宫廷宴。头先镜头所见咧就有呢个皇帝出现，而家咧就系歌姬为我哋献舞啦。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嘅就系、在这个歌姬跳舞的周边呢，应该不可以有那么多人走来走去，影响整个画面，拍片出来都不是那么漂亮。但是作为一个北上深圳的打卡餐厅来说呢，我觉得是真的相当不足的。中場休息或者俾啲舞者作準備，大家睇到啦，現場有好多人喺度等緊下一 part 嘅表演。如果大家咧想打卡影得更加出色咧，就好似頭先嗰位仁兄咁啦，可能自己著套古裝去。跟住呢一 part 表演咧 ，Jenny 就覺得如果佢係唱翻啲古色古香嘅歌咧，會比較貼題一啲。如果大家都喜欢 Jenny 的分享，记住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comment share and like 这条短片，希望你会继续支持我们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